哦，点一个小飞球，接到之后呢，先传一个，再传一个，来得及，哇，那变成是双杀。再看一下点的飞球，阿英接到之后先往二垒传，没有问题啊，是 double play。所以昌哥刚刚就已经提到说，那个第一颗球没有点好哦，压力就在打者身上。